二顺这是从月月旁边搬到四喜丸子旁边来了吗？四喜丸子绝对是全网最八卦的熊猫了。关键是在八卦这件事情上，他们还是非常团结的，四只整整齐齐的一起八卦呢。他们这是在聊什么呢？好像看到二顺还有点头的动作呢。之前四喜丸子旁边是奇珍奇宝，但是前几天奇珍好像受伤了，现在还在治疗休养当中，希望早日康复。二顺跟他们打完招呼之后都已经走远了，虫虫还拿哥哥当垫背，踩在双双的身上去看姑姑。但是很快就被哥哥给薅下来了。虫洞这边邻居之间见面，氛围好像都是热闹又和谐。在天津的喜乐和格格，他们隔着玻璃都能干架呢，一见面就互扯头花。这个交流窗对于四只熊猫来说确实有点小了，他们都挤成一团了，都想把脑袋往里面凑。之前羡慕饲养员，现在连里面的植树工人都很羡慕呢。于可真有礼貌，还过去跟工人叔叔打招呼呢。工人叔叔也好喜欢他，这么可爱的小熊猫宝宝谁不喜欢呢？接下来就是于可于爱带来的春晚特别节目《大变活熊》。